是在操控杜明强的心态，先是被警方兴师动众的给抓了起来，然后又被负责 Darker 的专案组审讯。这个杜明强表面看起来很蛮横，但是内心难免会有一些发虚。经过和罗非一番言语的交锋之后，他觉得眼前的这个警察被他的言语所激怒了，一定会自鸣得意，但这就是罗非刻意要营造的效果。他是想让杜明强的情绪产生波动。没错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杜明强的思维能力和防御本能会大大的降低，然后呢，罗非再刻意调节气氛，卖起关子，让杜明强觉得越来越不安，如临大敌。这是在你的住处搜到的银行对账单，我每个月都会收到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封信是你打开的吗？这种没有意义的垃圾信件我打开它干嘛？警方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是被打开的，不奇怪，也有可能是其他人打开的。里边的东西你看过吗？通知单，大哥的通知单，陈如风给我的通知单。现在你明白了？我明白了，我太明白了。给我的通知单，这怎么说呢？这太叫人兴奋了。什么意思？你很奇怪，对不对？我应该害怕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这张通知单对别人来说是一个死亡的威胁，可对于我来说，意义完全不一样。说说。新闻呢？爆炸性的新闻，而我杜明强，一个伟大的记者，马上就是这场新闻的中心，这场新闻的主角了，我能不兴奋吗？我等等，这是几号？我正想问你，这个污渍是怎么弄的？可能是我不小心昨天把墨水洒到信封上了。看来现在只有大哥自己才知道执行日期了。那你们警方有什么打算？保护你。OK。那电脑得先还给我吧。小远，由你来保护杜明强。全天监视。好的。专案组的车坏了，怎么送啊？没事，我打个车。奇怪，昨天还是好的，怎么今天就坏了？想不到你们刑警队还有这么漂亮的女警官。你有欣赏美丑的权利，不过在这个时间和场合之下，你觉得说这些合适吗？听说你是学心理学的，你是不是一看我的眼睛就知道我在想什么？咱们试试，你看看我现在在想什么。你当我表演节目呢？我是真的没有时间跟你开玩笑。其实我觉得在这一个月里，你应该住到专案组里来，你根本就不知道通知单的危险性。这我就奇怪了，罗警官刚跟我说完，不会限制我的自由的。我联系一下。靠，没电了。手机借我，我就没电了，打个电话。你要干嘛？换一下卡呀，电话号码都在我卡里了，我得换一下。人接。
谢了。我靠！我这记性，充电器带了。卑鄙无耻，没有人情味的人。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。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我。罗警官之所以把我放出去，是希望我做诱饵，引出大可。他希望我死在大可手上。差不多了，走了。怎么这么一会儿充好了？魅族手机，充电五分钟。足够通话三个小时，这么一会儿足够用了。我们这种天天在外面跑的人，这种手机简直太适合了。这么厉害？哼！现在这种稿子也可以出来骗人了，熊警官，你说是不是？这案子你怎么看？这种意外每天都在发生，你如果当过警察的话，就不会觉得稀奇了。如果这个人不是意外死亡，而是谋杀呢？谋杀？警察最重要的是用脑子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血液中酒精含量过高，死因就是溺水。醉酒是真的，溺亡也是真的，可是失足这种事情，谁能证明？33，谢谢。睡觉你不用监视我吧？局长，我想请个假。啊，周浩，你的肾病什么时候能治好啊？韩浩联系我了。什么？他约我明天见面，但是地点还没有定。哦。不过你千万可要注意啊，注意你的言行，啊，不能穿帮。等地点定了以后，马上通知我。我好让罗非有个心理准备。嗯。如果韩浩一旦露面，马上给我拿下！你可不能顾及一己私情，办了傻事啊！放心吧，局长。干嘛？放开我！吓死我了！到饭点了，吃饭去。我必须得跟你在一块儿。我知道，
我的意思是，我们楼下有个大排档，巨辣巨香，我请客。我不吃辣。哎，那不辣的有什么呀？哎。哎，怎么样，味道不错吧？嗯，没骗你吧？怎么了？啊？太辣了！哎，快点这个，警察办案不能喝酒，太没意思了。不过味道真好，是吧？来。你就是陆明强，嗯，你知道你惹什么事儿了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老子今天就告诉你。哎哎，行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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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睡得那么安稳，埋伏这么多人，我还以为就你自己吓他妈死我了。没错，我就杜明强，怎么了？我们被他耍了。什么情况？半年前有个人在市中心的主干道上撞死了一个大学生，这事儿你有印象吗？我听说过。刚才带头闹事儿的就是肇事司机，他的名字叫常凯，当时他赔了100多万，并且以交通肇事的罪名被起诉，因为有背景，很快就被保外就医了。那这跟杜明强有什么关系啊？杜明强针对他写了几篇文章，并且曝光了他的私人照片，常凯对他恨之入骨。所以今天是常凯带人找杜明强。杜明强谨慎得很，常凯找不到他。那今天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杜明强是有意把位置透露给了常凯？曾润华查到了他们的通话记录，就在今天下午。个巴，他自己犯的事儿，要我们给他擦屁股，把我们当什么了？飞哥，你说吧，怎么处理他？我把他交给你。明白？你不明白？我要锻炼你的控制力。我来就是要告诉你，只要我熊原想，我分分钟都能把你捏死。但是我是一个有控制力的人啊，再有下次老子废了你。昨天过得好吗？我控制住了。罗飞，是二队长的手机。昨天咱们围着杜明强转的时候，二队长的通信出现了异常状况，和一个刚刚注册的手机进行了多次通话。你有监听到他们说什么吗？我这个系统只能监测来电号码，听不到通话内容啊。去趟二队。哎，飞哥，我给丁局汇报工作的时候，他说二队长请了一天假。二队长很少请假的。定位二队长的手机，找到他的位置。没问题。二队长还在餐厅吗？没错，丁局派一队警员去盯着了。不要露出破绽，韩浩对我们很了解。我去。等会儿，别忘了重要的事儿。明白。
哎，对不起。窃听器准备。怎么样？窃听器就位。他离开饭店了，一定是要跟韩浩碰面。去哪儿？师傅，到那个广元庙地铁站啊。B组，二队长要去广元庙地铁站，你们跟上。到了地铁站以后，马上布控。等到。罗非，休息一下。玩游戏才是正经事，刷完这局再抓大哥。你的游戏，你做主。我是熊原，我变成狗了，个巴马。下一辆车到站后上车。什么？不管哪个方向？对，列车进站后给我电话。下一辆车就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有车进站了。他们搞什么鬼？如果目标上车，站内留下三人，其他人跟随目标。收到。等等，站内留下五人。你站内留这么多人？二队长突然下车，车内的警员没有跟上。你是已经提前预料到了，所以才加强了站台上的警力，对吗？哎，我下车了。这次坐两站。啊，还像刚才那样吗？
目标就上车了，我们呢？站在留一个人，这一大人跟随目标上车。收到。万一他们故技重施怎么办？这样警力就会全部损失掉。万一他突然不下车了呢？两种可能性都有的。我只能做出一个最优的选择。刚才上车的警员正在往回赶，站台上的警力很快就会得到补充。每站留下一个人，与目标反向行动，其他人跟随目标。可是这样撑不了几站，警力就会消耗殆尽的。去哪儿？跟上去。地下警力被分散的话，我们几个还可以补充上去，对吧？所有人员注意，目标已乘坐由北向南方向的地铁驶离了福田站，失去目标的人请迅速乘坐同方向的地铁。糟了，地铁没信号。下车了之后再回到车上，会不会都有可能？如果他下车出站了，之前走散的警力很快就会赶回来继续跟踪，所以必须保持车厢内有一定的警力。飞哥，猎神已驶离，但是目标没有上车。你别担心，其余警力马上就会赶来，你跟着目标。目标现在是否准备出站？飞哥，下楼了。我想起来了，这一站是老街站，是个换乘站。糟了，一旦他上车，就彻底甩掉了其余警力，尹健就真的一个人了。那他一上一下，想甩掉尹健一个人太容易了。彻底摆脱我们的监控了，罗非，二队的定位在高速移动，他上了反方向地铁。飞哥，我们回到羊口路吧。等下一辆由西向东的列车，继续追赶目标。明白。太慢了，不能这么耗了，快给我查路线，找一条小路。小路多的是，可是这样就离开了地铁的主干线了。你要告诉我一个最终的目的地，我才可以制定路线。
我要找到韩浩的目的地，他要去哪儿？如果是我的话，一定会选择一个最有把握逃脱的地方。换乘地点，下一个换乘地铁站是什么站？是大剧院站。前面右拐。信号又出现了，目标在缓慢移动，像是步行。二队下车了。他破坏了窃听器。前面就是大剧院。发现目标，在 D 出口对面。对不起，我已经尽力了。我相信你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二队长不是间谍吗？不，他应该算是双面间谍。韩浩在这儿单独和你见面，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？我跟他还没说上话，他就发现你们了。那你怎么解释，我们没到之前，窃听器就被破坏了？啊？窃听器不是韩浩破坏的吗？不会是二队长自己破坏的吧？Thank you.
论你做了什么，我跟你一起扛。大不了老婆孩子我替你养。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我他妈不可能跟你回去。我有我自己的想法。周浩，全世界人不相信我，但是你必须相信我，因为你他妈是我兄弟，你明白吗？好，我相信你，你现在就跟我说为什么。对不起，我不能告诉你。你玩我是不是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抓你啊？我现在就给你两个选择，第一，开枪打死我，第二，你放我走。谁在等待？醉舞盛开，十二年一个梦。